早上9、10点了就过来了。今天早上7点多。这么早来为什么呀？因为就是为了看锦龙呀。祝锦龙锦迪生日快乐！祝锦龙生日快乐！祝锦龙锦迪生日快乐！祝锦迪锦龙生日快乐！龙门 YYDS， 祝锦迪锦龙生日快乐！锦龙锦龙，吉金长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景龙，现在已经到达了成都。然后我刚才太热情了，成都的粉丝们太热情了，真的。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开呢？因为2019年第一场人生的 live 就是在这儿开的。然后，参加完节目之后又获得了和大家喜欢，就是又选择在这儿开，就是不忘初心。走吧。
了吗？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不拍地了，大哥，我火气不了的服装，早上不服了，烦死的了。我不会哭的，我告诉你。祝福我姐在新的一年越来越有钱，爱情事业双丰收，最大的心愿就是给我找个姐夫。快乐，谢谢谢谢大家。